各位兄弟姊妹，你哋好。今日呢，我同大家分享圣内少德兰。大家知道圣内少德兰是圣义会嘅修女，佢嘅使命呢是喺修院里面祈祷，而唔喺喺堂区或者学校或者医院服务，或者去外国去传教嘅。但系佢觉得呢，自己除咗做修女嘅成就之外呢，好似仲有好多其他嘅成就啊。譬如呢，佢渴望做战士去保护为教会啊。佢渴望做神父喺尼撒中圣城底。佢渴望做中道喺世界各地传教喎。佢渴望做先知去教导人哋。佢渴望做殉道者，接受各种的痛苦。各位弟姊妹，由于心里面呢有咁多冇办法嘅满足嘅渴望，佢唔能够呢平静落嚟，于是呢就喺第圣经，就喺圣保禄嘅书信里面嘅寻找嘅答案。圣内少德兰呢，首先睇到喺上个主日嘅读经意，大家记唔记得呢？上个主日嘅读经意啊，谂下圣保禄指出耶稣同埋我哋每一个人结合得非常密切，形成咗一个奥妙嘅身体，即系话基督奥体。基督系呢个身体嘅头，而我哋呢系呢个身体唔同嘅部分。有啲人呢做中道啦，有啲人呢做先知，有啲人做教师等等。所以呢答案好清楚，圣内少德兰唔可能同时又做战士又做神父又做中徒又做先知和殉道者。不过少德兰对呢个答案仲未完全满意，于是就继续睇落去。发现咗今日读经医嘅第一句说话，大家留心听，你哋应该热切追求那更大嘅恩赐。我现在把一条更高照的道路指示给你们。究竟那个更大嘅恩赐，那条更高照的道路系乜嘢呢？原来呢是爱。当然圣保禄所讲的爱不是恋爱，不是溺爱，不是人心里面自然产生的爱，而是呢天主藉着圣神倾注在我们的心里面的爱。这种爱呢从天主而来的，完全没有自私的成分。所以呢圣保禄呢认为呢爱是天主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爱是天主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即使我们有能力讲好多种语言，有好丰富的知识，有好坚强的信德，又有好英勇的牺牲的精神。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爱，咁一切的能力，一切的知识，一切的信德，同埋一切的牺牲的精神，都对我哋毫无益处嘅。跟住呢，如果你哋留心底边读经，圣保禄指出爱嘅特性。佢话爱系咩呀？含忍的，爱系慈祥的。然后呢佢连续用咗八个不字，八个不字喎。大家留意一下，数下，佢话爱不嫉妒，不夸张，不自大，不作无厘的事，不求己益，不动怒，不图谋恶事，不以不义为乐，却与真理同乐。好啦，各位兄弟姊妹，大家留意一下嘅时候呢，佢话不嫉妒、不夸张嘅意思系咩呀？别人又有优点，我哋唔嫉妒嘅。
自己嘅优点，自己有优点，我哋唔夸耀嘅，不足无理嘅事，不求己益嘅事系咩啊？要尊重人哋，唔可以冇礼貌嘅，要为别人着想，不追究自己嘅利益。好啦，不动怒，不图谋恶事嘅意思系咩啊？如果人哋伤害咗我哋，我哋唔发嬲，亦都唔可以报仇。跟住佢话，不以不义为乐，却与真理同乐嘅意思系咩啊？别人做咗坏事，我哋唔会高兴；人哋做咗好事，我哋同佢哋一齐咩啊？快乐。好啦，喺今日底片读经好长嘅，佢讲咗圣保禄八个不字之后咧，圣保禄又讲咗四个凡字。佢话凡系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好啦，凡是包容嘅意思系咩啊？我哋唔讲是非，尽力保护人哋嘅名誉。佢话凡是相信嘅意思系咩啊？我哋对人咧信任，唔怀疑人哋。凡是盼望嘅意思系咩啊？必人犯罪，我哋盼望佢哋改过。凡是忍耐嘅意思系咩啊？遇到不如嘅事，我哋保持忍耐。跟住咧，最后咧，圣保禄咧指出爱永存不朽。佢嘅意思系咩啊？在天主所赐嘅一切嘅恩典之中，只有爱有永恒嘅价值。爱永存不朽，佢嘅意思系咩啊？系天主所赐一切嘅恩典之中，只有爱有永恒嘅价值。譬如咧，如果喺世界上有人咧对我讲先知嘅说话，令我明白天主嘅旨意，嗰、那个事咧一件好事系嘛？不过当我喺天堂上边明白咗天主嘅一切奥秘嘅时候，就再唔需要人哋对我讲先知嘅说话啦。又譬如咧喺世界上咧，信德好重要噶嘛。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相信天主的存在，不相信天主的爱，我就没有力量坚持到底。不过当我在天堂上面对面见到天主享受着天主对我的爱的时候，我就再不需要信德来支持我了。爱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小德兰呢睇完今日嘅底片读经嘅时候呢，读完之后佢开心大声咁对耶稣话，我已寻觅到我的圣召。而我嘅圣召就系咩呀？爱。点解佢会咁样讲呢？因为佢明白到只有有爱就够啦。佢唔需要做神父啊，唔需要中道，唔需要先知同埋信道者，因为如果冇爱嘅话呢，即使做咗神父，做咗中道、先知同埋信道者都系冇用啊。但係呢，如果佢做基督奥体嘅里面嘅心不断让爱火燃烧，就能够呢令呢个基督奥体充满活力啦，令嗰啲做战士嘅人勇敢去保护为教会啦，令嗰啲做神父嘅人呢虔诚咁开尼撒啦，令嗰啲仲做中道嘅人呢积极咁传扬福音啦，令嗰啲做先知嘅人呢努力宣讲真理，并且呢令嗰啲信道者呢英雄咁流尽自己嘅鲜血。既然小德兰明白咗我有咁大嘅价值，佢决定点样去生活呢？好简单㗎，佢决定喺修院里面怀住爱主爱人嘅心去生活㗎。佢知道自己冇机会做大事，冇机会做神父，冇机会做
机会做中道先知和信道者，就怀着好大的爱心去做每一件事，不放过任何一个做小小的牺牲的机会。所以呢，是真的非常好，是吗？他怀着好大的爱心去做每一件小事，不放过任何一个好做小小的牺牲的机会的。所以呢，圣女小德兰呢，他怎样怀着好大的爱心去做小小事呢？用几个例子啦。第一个例子呢，大家知道耶稣话你哋应该呢爱你嘅仇人，当你当为迫害你嘅人呢祈祷，大家都知道啦。小德兰话俾我哋知，喺修院里面系冇仇人嘅，不过呢佢唔鍾意某一个性格嘅人。我相信呢个呢唔单止系佢修院里面呢，我哋每一个人屋企都有㗎嘛，我哋屋企里面都有。我哋唔鍾意一个性格嘅人啦，我哋可能未必你嘅丈夫，我哋嘅大太，或者你嘅仔女啦，或者你嘅工人等等啦。但係呢，圣女小德兰呢睇见嗰个修女嘅时候呢，就好想避开。我哋都系咁做㗎嘛，有阵时呢系你唔鍾意嗰个人每一齐食饭啦，你有唔同嘅时间表啦，佢食饭嘅时候你走啦，係咪咁样，同时都系咁，系嘛？于是呢，小德兰呢就特登为嗰个修女祈祷嘅，并且呢特登做一啲事令呢个对方感到开心嘅。喺呢个好简单嘅事，我哋都可以做到㗎，系嘛？喺屋企里面。第二个例子呢，小德兰呢话俾我哋知，如果有人呢将佢嘅东西攞咗去用，然后呢又唔放回原位喎。所以我哋会觉得咩呀？好愤怒，我哋都系可难保持忍耐啦，我哋都有呢啲情况都会发生喺我哋屋企啦，好多人拎走攞走，跟住呢拜周围拜嘅，我唔知系拜边度。所以呢，我哋一寻走嘅时候呢，我哋好多时人都好嬲嘅，可难保持忍耐嘅。但系呢，小德兰呢尽力控制自己，唔去追究边个将佢嘅东西攞走。但系我哋呢好多时间花好多时间啊，搵边个做咗呢件事啊。我哋控制唔到我哋嘅控制唔到我哋嘅情绪啦，等等啊。所以呢，我哋都要学习啊，保持忍耐，好简单嘅小事上面我哋更加爱嘅行动可以做到嘅。好啦，第三个例子呢，有一次呢，小德兰呢喺写书，其他修女关心佢，不断行嚟问候佢，同埋同佢倾偈嘅。结果呢，小德兰呢冇集中精神写作嘅。不过呢，佢为咗不辜负其他修女嘅好意，就甘心被佢哋打扰，而且呢尽量呢表现得可开心嘅。喺呢个都系我哋嘅屋企里面都有发生嘅，好多人呢都想揾我哋同埋倾偈嘅，我哋呢好多时间都唔想嘅，暂时呢我哋 block 咗佢嘅电话，佢嘅 number， 唔想倾偈喎。第四个例子呢，有一次呢，小德兰呢同其他修女一齐洗衫，对面嗰个修女呢唔小心啦，经常呢令嗰个污水呢溅到小德兰嘅面啦，佢心里面谂紧咩呀？如果唔接受白白送上嚟嘅东西，真係嗰个咪傻瓜㗎喎。于是呢就係甘心咩呀，接受咗嗰个污水，佢奉献俾天主喎。好简单嘅、啊。有啲人得罪咗少少，即刻我哋回应嬲人哋呀等等。但係呢佢呢将所有嘅一齐甘心接受，同埋所有嘅都系奉献俾天主嘅。位弟姊妹，由于呢个圣女小德兰呢经常怀住好大嘅爱心去做小事，结果呢佢对基督奥体有好大嘅贡献，推动咗教会全球事业嘅发展，被教会立为全球区嘅主保。所以呢个位弟姊妹，让我哋呢效法佢嘅榜样啦，好唔好啊？亦都呢，今日呢我都同大家讲一讲啊，我哋琴日呢我哋庆祝咗圣福约室啊，
记唔记得啊？圣福若瑟咧话咧，爱系唯一令众人明白嘅预言啊！佢话爱系唯一令众人明白嘅预言。大家知道圣福若瑟深爱中国人同埋佢嘅文化，佢所传教嘅态度就系尊重中国人同埋中国人嘅团结，甚至咧表明我愿意喺天堂上边咧认系中国人啊！佢曾经咧同会士咁讲啊，圣神系爱，爱同埋热诚对一个传教士嚟讲咧系好重要噶，冇其他更加重要嘅嘢。传教士咧爱系好重要噶，所以咧佢话复传工作系咩啊？一个爱嘅工作，一个传教士充满咗爱，佢就一个传教士啦。复传咧必须要一个咩啊？发自内心嘅活动，只有当天主嘅爱倾注喺佢嘅心里面嘅话咧，复传先至会发自内心嘅。所以咧，各位弟兄姊妹，今日咧我哋都可以反省下自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传教士嘅，我哋可以将喺天主呢份嘅爱，喺呢份嘅爱，某条件嘅爱，我哋带俾我哋嘅身边嘅兄弟姊妹，喺屋企里边，喺同事，喺工作上边，或者系社会，或者教会，或者我哋团体上边，都可以做到嘅。好简单嘅，好似小德兰咁样喺小事上边，我哋每一件事做嘅时候，问翻自己有冇爱呢？天主保佑。